为什么对枪老是打不过呢？很多人都遇到了这个问题，今天就来聊聊其中的三个原因以及解决方法。一、硬件问题，手机配置低。玩游戏首先要设备好，才能保证画面稳定流畅运行。如果玩游戏的设备配置低，那就只能开低画质低帧率，钢枪的时候甚至还会卡顿。同等水平下，你开低帧率，敌人开高帧率，你肯定打不过，更不用说手机卡顿了，这肯定会影响你的对枪胜率。解决方法肯定就是用配置更好的设备玩了。二、网络问题，经常卡顿。和平精英是一款多人在线的射击手游，肯定要有流畅的网络才行。如果你连的是无线网，有时候无线网网络波动或者离路由器较远，肯定会影响网络的稳定性的。用自带的流量，网络也会有波动，所以解决方法是找一个网络稳定的无线网玩。三、技术问题，不会对枪。技术问题这方面涉及这就太多了，对枪对不过就是技术不到位。解决方法是要练习很多技术，首先就是压枪技术，你只有会压枪才能让命中率更高。其次就是练习一些身法，比如拜佛、 S 型走位等等，还有一些技巧，比如说提前枪等等。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，你的对枪实力肯定会大幅度上升。